接下来勾第16圈，头部的最后一圈，先勾一个短针。然后接着勾12个短针减针，那我们看一下，直接勾减针了，那勾针挑下一个一根线，然后再挑下一针的一根线，绕线直接勾出来。减针这里呢，它这个线是并列在一起的，可能会有点紧，慢一点哈。勾针上两个线圈，绕线勾过这两个线圈，一个短针减针，然后接着勾第二个短针减针，也就是这里了。你看你手里的这个颜色哈，到哪一个地方了，就是这个颜色，你自己先记一下，这样你再勾下一个减针就不容易出错了，不要重复穿针了。勾线出来，这是第二个短针减针，拿到这里对吧？然后这两针给它勾减针，这是第三个短针减针，然后到这儿，第四个短针减针，第五个，好，这个重画了，重新穿一下，第五个短针减针。然后转过来，你看这两个颜色对吧？第六个短针减针，然后接着第七个短针减针，第八个短针减针，第九个短针减针，是第十个短针减针。第十一个短针减针，好，最后剩了两针，勾第十二个短针减针，取下记号扣，把这里勾完，好，挑着一根线，挑着一根线，绕线，直接勾过这两个线圈，绕线，再勾过这两个线圈，好，和第一针连接。你看最后的这个口呢，也就越来越小了哈。勾线出来，勾引拔针连接，然后把这个线呢带大。然后我们这里呢要给它留长线，用于缝合。你头部给它留长线，身体就不用留长了哈。嗯，其中有一个留长线就可以。那这里我们给它头部留长线，将线剪掉。这个线呢长度我也没有去量它，只要够你缝合和身体缝合就可以了。这样像这样就可以，然后剪掉，把这个线这样理出来，然后结束位置这里你看给它拉紧。这样头部我们就勾好了，是这样的一个效果。看一下，然后你看这个形状哈，你先给它整理一下，勾的时候是拿在手里，可能这个形状会这样折起来。嗯，就是它这个脸部呢是这样一个鼓起来的一个造型，然后背部呢它这个后面稍微平一点。那你看到你在做这个前后的时候，这个位置要给它这样看好哈，这个是前面。好，我们这勾好呢，给它放到一边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勾织其他部位，给它这样组装就可以了。那这个头部我们勾好之后呢，接下来勾织这个身体，身体一共16圈，前面的1到5圈和头部的1到5圈勾法一模一样，没有任何区别。那么这里呢，为了说节省时间，我们不需要重复演示，大家再往前翻看一下，看前面头部的1到5圈的勾法，你把前面5圈勾完之后，然后我们接着再看身体的这个讲解。好，这里重复部分就不需要再重复去演示了，大家呢看前面的视频，把这个一到五圈勾完，我们再看身体第六圈的这个勾法。好，大家先勾好。现在身体的一到五圈参考头部部分的这个勾法呢已经勾完，然后接下来勾身体的第六圈，按照三个短针一个加针为一组，一共勾6组。首先勾一个起立针，取下第一针记号扣，第一针里勾一个短针，下一个第二针，下一个第三针，下一针里勾短针加针，先勾一个同一针，再勾一个，这样呢就勾好了三个短针一个加针第一组，按照这样的方法把这一圈的6组勾完。好，接着第二组，一二三，然后短针加针，第三组，一二三，短针加针，第四组，一二三，短针加针，第五组，一二三，短针加针。好，第六组最后一组，一二三，取下记号扣，勾短针加针，在最后一针上挂上记号扣，
和第一圈连接。那么这个第六圈我们勾完之后，这一圈的总针数呢一共有30针。好，接下来的7、8、9、10这几圈呢，每一圈都是30针。那这个勾法呢就比较简单了，就是对应这个针数一一对应的勾短针，一共勾10圈。好，7、8、9、10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勾法。首先呢，勾一个辫子作为起立针，第一针里勾一个短针。我这里呢给大家演示这个第七圈的勾法。好，后面因为都是重复的，接着是第二针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。好，最后一针第30针。这样这个第七圈呢我们就勾好了，也全部给大家演示了。方法比较简单，就是一针对一针的勾短针，每一针里勾一个就可以了。好，勾完之后给它勾引发针连接。那第七圈勾好，接下来的8、9、10这三圈呢大家自行完成，按照这样的方法把这三圈勾好。再看一下接下来的讲解。身体的第10圈勾好，接下来勾11圈，按照3个短针一个减针为一组，一共勾6组。首先勾一个辫子作为起立针，取下第一针记号扣，第一针里勾一个短针，下一针勾第2个短针，下一个第3针，3个短针勾好之后，然后勾短针减针，穿到下一针挑靠近我们一根线，下一针挑靠近我们一根线，绕线勾线出来，绕线勾过这两个线圈，这就是3个短针一个减针的第一组。那接下来呢就是重复这样的勾法，一共勾6组，把这一圈6组勾完之后和第一针连接，接下来是重复部分。好，按照这个方法进行勾织，前面呢已经勾了那么多了，好，到这里呢自己可以自行完成。11圈勾好，一共24针。接下来的12、13、14这三圈勾法，每一圈都是24个短针，也就是一针对一针的进行编织就可以了。首先勾一个辫子作为起立针，第一针里勾一个短针，下一针勾第2个短针。现在勾的12圈呢，这样每一针里勾一个短针，每一针里勾一个短针，一直勾到这一圈的最后一针，就是第24针了。勾完之后和第一针连接。那么12、13、14三圈勾法相同，好，每一圈都是这样进行编织。大家把这三圈勾好，再看一下接下来的讲解。第14圈勾好，接着勾15圈，按照4个短针一个减针为一组，一共勾4组。首先勾一个起立针，第一针里勾一个短针，下一个第2针，3、4，然后接着勾短针减针，挑一根线，然后下一针挑一根线，绕线勾出。好，这就是4个短针一个减针第一组，按照这样的方法一共勾4组，把这一圈完成之后和第一针连接。第15圈勾好，接着勾第16圈最后一圈，按照2个短针一个减针为一组，一共勾5组。好，首先勾一个起立针，第一针里勾一个短针，接着第2个短针，然后短针减针，这就是2个短针1个短针减针第一组，按照这样的方法呢一共勾5组，勾完之后和第一针连接。好，重复这样的勾法。好，现在身体部分的16圈呢已经勾完，勾完之后和第一针连接起来。连接之后，然后这个头部织线我们是留了长线的，所以身体就不需要留太长了，这样将这个线呢这样带大，然后后边剪掉，把这个线这样理出来，然后拉紧。后面在组装的时候会给大家讲这个藏线的方法，我们先给它放到一边。然后现在我们就勾好了头部还有这个身体，那接下来的像耳朵、手臂还有腿这几部分呢，大家前面已经勾了那么多，如果说自己已经掌握方法，那你可以对照我们之前视频开头这个屏幕上方的图解，自己呢把这些勾好。然后新手如果是刚开始学习编织呢，后面我还会简略的带着大家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勾法哈，因为这个主要的像短针、加针这种组数的勾织方法，还有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编织规律减针啊，都是有给大家讲过的。我们在编织玩偶这一块都是要学习方法去进行钩织，并不是说每一圈全部都要带着演示的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耳朵部分。耳朵部分的1到3圈和头部的1到3圈勾法一模一样。那如果说新手没有掌握方法，再看一下前面的视频。这里呢我已经勾好了1、2、3、3圈。第三圈完成之后呢一共有18针。好，那接下来的4、5、2圈。每一圈呢都是18针，也就是说每针里勾一个短针了。好，首先勾一个辫子作为起立针。如果说自己能分清楚这个第一针和最后一针的话，那你不做标记也可以的，找不清楚还是要给它挂上记号扣。好，第一针里勾一个短针，第二针，第三针，这样一圈
你勾到最后一针就是第十八针了，然后和第一针连接。好，这是第四圈，第五圈也是一样的勾法，这两圈比较简单，大家先自行完成。然后第六圈我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九勾短针减针的勾法。